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他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走进回归中国的洪流，然而他还会50年不变吗？他还是国际金融中心吗？香港的变与不变之间，事实岂能藏乎？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香港》《舍之岂能藏乎》节目，每周三晚间10点，由吴瑟俊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话说香港，关心香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是这样看香港舍之岂能藏乎的节目，我是吴瑟俊，欢迎你的收听，一起来话说香港，关心香港。我们这一次呢也再度邀请到两位来宾，这两位来宾我们上一次也来跟我们分享很多香港民主发展的一些观点。首先欢迎台东市市议员周永宏周议员。瑟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来是第二位来宾，是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大家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学系的讲师黄玉军 Eric。 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好，面对香港的发展，我们很多的切面可以去讨论，那当然每一个点都会回流到说香港的近期的一个整个动态。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了说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以及港警对于一些政治抓捕的动作越来越多，那这个当然大家会去想说直接想到这对香港民主的影响，当然也会看到说其实对香港整个社会的稳定或者是整个经济发展来讲，它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当然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国它也采取了一些动作来去惩治港府啦，就比如说它提出了所谓制裁的名单，那同时呢它也考虑要取消一些优惠的待遇。那当然其实对香港来讲或者是对北京来说，其实他们为了政权维稳，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不过其实他们也担心啦，为什么担心？如果假设美国他取消了美元跟港币之间的一个直接挂钩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使得人民币可能他在香港作为一个所谓的全球最大的清算中心这样的一个角色弱化之后，那可能对北京来讲也是非常完全不利的，因为北京很多对外的一些资金或者是要汇进来的资金有70%是经过香港，所以香港的角色其实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必须会去看说，那到底国际的反应是什么，或者是国际的反应，或者是甚至说美国他对香港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那近期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香港他针对一些对于他自己本身国际的角色上，他林郑月娥他也是非常有骨气，他说好没关系，我不在乎美国对我的对香港的惩治，反正我背后有北京可以撑腰嘛，所以他经济不用依赖国际，有北京就好。所以有人就说会不会逐渐香港变成内地化，但是它给经济发展的内地化，国际就开始国际这样的角色就开始弱化。Eric 你怎么看说美国它会持续的对香港进行那个惩治吗，或者是会采取更激烈的动作吗？我觉得看这个问题啊，尤其是讨论香港的时候啊，它的复杂程度是超越大家的想象的，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先花一点小小的时间看美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基础的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其实美国立国是一个共和。那对于这些开国人来说，民主只是维护共和其中一个手段而已。那美国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叫做资本主义，所以我每次在讨论这个跟美国相关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抓出4条主轴出来做讨论。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想法，一个是香港政府，另外一个是北京政府，最后一条就是民间的企业的利益。我拿这个做一个破口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说北京怎么会认为说他这样子去整顿香港，他有这个底气去跟美国政府叫板呢？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基本上立场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跟你比，谁真的敢执行到底。很多人虽然现在看就是说，美国政府很多策略是在好像是伤害到香港，但是第一个出来观察的点是说，他们在制裁香港的本身是让中国的国际形象
受到非常大的伤害，这是第一个，其实这是奏效的。第二个是比较一半一半，就是说对于香港的一些经济制裁，香港虽然受伤，好像看起来符合北京某一些在珠海区域的重分配，但事实上北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经济会受到伤害，因为有一些外商可能会离开。那最后就是讲到我刚才的这个主轴，就是说为什么北京敢呢？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世界四大投资银行啊，他们在上个月或者说上一个季投资中国的这个资金是可以说是超越了他们去年同时期的总和，就他们看到了一个契机，他们认为说，你看这个投资银行或者投资人，他们都是一定是逢低买进，再加上他们现在中国因为是个威权的国家，所以他看起来好像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在数字上是最低的，所以很多商人就跑到中国去。那他们事实上很多人是透过香港没有错，但是有一些他们就直接进入的，比方说上海也好、啊、深圳也好，那这就是符合北京的利益嘛。对，你们最好通通不要透过香港，你直接进到我中国来。所以中国会认为说，反正我基底够大啊，我就是敢干这种事情。好，那美国他要怎么样的去约束他自己这个国家的这些企业看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啊，我企业要去，你政府凭什么叫我不要去？那甚至说还会反过来，美国现在在选举，所以呢，这些商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游说政治人物，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我们很担心的地方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好，北京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在这个香港问题上，两个就在互相比较、互相叫板啊，所以。香港它现在呢是走在一个比较让人家担心的阶段啊，所以就是说香港现在不断的发声，然后呢国际社会不断的去附和香港的发声，才能够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才能造成说是不是能够让北京的形象到一个更多的企业不敢去投资的情况。因为我就算讲四大投资银行，四大投资银行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企业。那是不是如果说这笔账他们算到最后是有人进来有人出去，赔钱大于赚钱的时候，那我觉得北京他就开始收回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他现在的总思想、中心思想就认为说，你再多经济上面在北京啊，在北京看起来再多在香港经济上的损失，他可以认为说会从内地去补回来。那如果一旦这笔账让他算出来说这笔账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认为他的一些事情手段就不敢这么的强烈。那尤其是从台湾来看呢，就是说很多国外的人每一次讨论台湾议题的时候都把香港拿出来作为台湾的一个借鉴啊。所以在这个阶段上呢，台湾呢在国际上面的宣传跟地位呢，我是呼吁所有的这个台湾的政党呢，应该要一心，这个时间是台湾的绝佳的一个时机点哦。国际社会因为这样的状况，对于台湾哦有更多的关注，对于台湾有更多的支持，尤其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事情上，台湾如果能够一心的话，那我们自己台湾在国际的地位上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有更多发声的机会跟表现了，我们才更有那个实力去帮助我们现在看到香港所面临的事情。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国内自己都吵成一片，我们国内都没有办法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的话，那台湾真的很有可能就陷入国际赛局的一个棋子的角色。对，确实哈，这个有我也觉得说，其实台湾应该面对香港的发展呢，应该要跳脱蓝绿哈，就民主自由这个标准上，其实是应该是可以有共识的一个地方哈。我认为啦，其实说美国对香港的任何的一个惩治的动作或者制裁的动作，其实它是在抗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框架。也就是说他对香港任何的采取，他其实就在做给北京看，甚至说他其实就是对北京的一些惩罚。所以
永辉怎么看？就是说，民进党市议员，或者是说民进党的身份哦，你怎么去看说这个国内对于香港的情势的发展？这个我们要一起来面对。这个您怎么看？我觉得首先哦，就是那个美国哈、哦，目前对于香港的这一些的经济的一些政策上的手段跟改变哈、哦，其实坦白讲，我不太觉得北京是真的有多担心。北京之所以没有多担心的原因哈、哦，并不是因为香港不重要，正好相反，其实香港太重要了。包括所有中国这些上市贵公司啊，这些所谓的国际大公司，说白了不要骗人，其实都是透过香港上市的。对，第二个哈、哦，中国的 FDI 哈、哦，其实也都是从香港进去的。嗯，第三个哈、哦，所有的。这个你的商品进出哈，这个货币的清算都是在香港，就基本上不是人民币嘛哈，所以香港的地位坦白讲太重要了，太特殊。但正因为你一个制度里面你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一个要么就特别产，要么就是特权嘛。对，这个基本上在经济上，在他们财金融上，就是他们等于这个地方享有一个。privilege 有一个特权，而这样特权有特权存在的地方，容易有寻租，有走后门，所以事实上香港不只是对他们经济发展很重要。这几年北京跟中国这个共产党的说法都说是他们在撑着香港的经济，坦白讲，这个是今天大家终于知道他的大外宣是其实他们这个是谎言了哈。事实上是香港帮助很多。第二个是。中国很多高官其实透过香港在好，不管是说不要说洗钱了、啊、把资产转往海外，资金流动、啊、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北京并不乐见失去香港，但问题来了，问题是说，那为什么北京现在这么做？其实一方面是政治结构上来看，一方面是个人来看了、啊。政治结构上就是说，当你的容忍的成本大于你的镇压的成本的时候。你就只要选择镇压嘛，就我在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北京政府对于你香港社会这样子的不听话，那我是要去接受你的条件，跟你妥协，还是我镇压你？每件事情背后都有他必须面对的成本嘛。好，比如说我接受你的条件，这个成本可能是损及共产党的威信，可能是鼓舞了新疆、西藏甚至其他地方，那这个是他的代价。但如果我镇压你的代价，是失去了你这个金鸡母，但是我可以杀鸡儆猴，就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代价嘛。当你的反抗的力量越大的时候，我要镇压你的成本就越大。当你国际社会支持你的力量跟声音越多的时候，我要镇压你的成本就越高了。啊，但同样的，你要他也要评估啊。当国际社会都如此镇压，然后都现在把就是讲说原来。香港提醒了全世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然后也让台湾能够更安全的时候，他就要考量。所以我说，这就是镇压成本跟宽容的成本，就是到底北京最后选择镇压跟容忍哈，我觉得这个是他在考虑的。所以当他哪一个发现他的成本最大，他付出的代价最多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另外一个。简单讲就是这样。个人的层次怎么？个人层次就是习，坦白讲就是习近平。因为毕竟过去香港还是跟上海帮他们关系比较好，就所谓我刚刚讲的这个寻租特权后门，坦白讲大概跟习近平没什么关系，所以习近平就觉得说搞的也是你们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又不服我，然后之前还想要弄我，那就是你们的这个你们的后门，我当然把香港处理掉，虽然很痛，但是你们比较痛嘛，所以这个是牵涉到国内的政治结构嘛，就是中国大陆国内政治结构，所以这个香港特殊的这个，在这个国际关系跟这个中国内部的这个特殊脉络，那台湾在这边什么？台湾坦白讲，台湾真的是，那我觉得台湾不但它事实上是，而且它也必须是最支持跟协助香港这个民主发展的哈，因为我觉得事实上八九年之后。毫无疑问，大家都觉得要推动民主化是很重要啊。当然，八九年之后，那时候台湾也是刚启动民主化，那香港当然是没有，它就是它启动是准备回归到一个这个没有法治的威权体制哈。对。但是后来香港人他理解他追求民主化，可他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他是心理上过不去。什么叫过不去？就以前我们一些就是说所谓中国的民意人士哈，包括香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他们。在一件事情上是他们是过不去，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对于民进党支持民主、追求民主的价值很认同，那搞不清楚民进党为什么老是要搞这个本土化啦、去中国化啦、台独啦，哈，就这个是一个那个，就是说有一个
文化的那个价值的框架，虽然我觉得那是假的，不过很多东西本来就假，那个虚假的那个大中国的框架框在香港人身上，所以即便他们支持的民主运动，但他们却不喜欢民进党。但直到这一两年，他们发现说，原来要对抗这个中共政权啊，是民进党是比较真心要对抗。就这几年的交往下来嘛，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所以特别就是说，现在小英执政哈，那民进党真的是要对于香港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好啊，因为这个跟过去的这个背景不太一样嘛，哈。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香港的这个位置哈，事实上它是非常，坦白讲，它距中国实在太近哈，但是它大家不要忘了哈。香港还有一个关键的区域位置，就是说它离越南也很近。那事实上，在民族性来讲，古老的时代这边叫百越嘛，为什么叫越南？事实上，他们的民族性或许更近一点。所以我觉得香港其实它过去的国际化是在英国监管下的国际化，然后它的回归中国是在也是在英美监管允许的状况下，然后他们不晓得说啊，中国原来是这样。我觉得未来香港，他在这次事件之后，我觉得北京政只有两个方式了哈，他的妥协我觉得几率低，但不是不可能，因为凡事都是变动哈。所以他要么就是很彻底的妥协，否则港人不肯定，要不然以后香港真的就是会成为中国一个刺在他心脏的一根针呐、啊，就他随时去注意，而且国际的本来香港就已经够国际化了。未来这个国际，只是它原来国际化都从英美来，现在有更近的，就有跳板了嘛。台湾是一个跳板，大家不要忘了，越南未来也是一个。越南本来也不喜欢中国，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件事情实在是，我用一个名词说香港插队，就真的是让全世界跟中国共产党要。这个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嘛，哈。那只是说这个问题大家是视而不见或者未曾预见到，然后在香港的这几年发生了，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那除非中国共产党有改变，否则这个本质是不会变的，因为他维系他的共产党的政权嘛，他维系的并不是中国的，不是整体中国或中国人民的利益或者是和平嘛，他要维系的就是共产党自己的政权。而过去全世界没有搞清楚，但是在这几年，尤其今年，终于搞清楚了，终于搞清楚香港人民跟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对啊，终于搞清楚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但也是一个整个世界局势转变的契机啊。就对于共产党这个历史上，我想是他坦白讲是一个最有学习能力，也是渗透力最强的一个政治组织哦，终于要有一些想法转变，要来对付他，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必须一起来做的事。是，好，我们先休息片刻，等一下再回到节目来。无限的爱向全世界传开，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这样看香港，舍施岂能长乎，我是吴社志。那我们再回到节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邀请到两位我的好朋友，一个是台中市议员周永宏周议员，以及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学系的讲师黄玉军 Eric。 那我想刚刚其实也提到很多，就是说在整个香港民主化的发展当中，国际的反应以及北京可能的动作，然后再来是台湾的角色哦。不过其实我们在看待说整个香港的一个发展里面，当然国际社会当然会谴责说这样的一个北京的打压其实是破坏了它原本对于国际的承诺，那以及说在整个民主价值的道路上哦，北京一直在不能说它刹车哦，而是它一直在走跟世界的一个人道的价值是逆向而行哦。那尤其比如说最近香港也针对那个所谓的三权分立这个教科书的内容的一个删除哦，那引起了香港民众的一些讨论，甚至说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洗脑嘛，就是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教科书的修改，让香港的年轻人这些学生们他们没办法去认识到什么叫三权分立哦，甚至说北京在加码说其实三权分立，其实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的，香港也从头到尾没有实行三权分立，虽然有司法独立呢，但是司法还是必须要遵守政治上的规则，然后在他的行政立法
司法都是来自于北京的赋予，就是港澳办非常直白的这样说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从这样看起来，北京对于香港的事情，它其实它不给予任何模糊的空间。你只要谈到民主，基本上马上出手。如果说你今天要抗争，社会就马上压制，马上抓捕。所以看起来，我觉得其实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堪忧。那当然，国际上对于香港的情势一直在关注。那这个对于香港未来的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哎，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看说？说如果假设美国再次出手对香港的一个制裁动作，或者是对北京啊，也这个对香港未来的国际地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就是香港它这个国际地位有今天哦，那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它今天还是适用了这个英国体系的法律了。那这样子的法律呢，它事实上是比较对于这个商业活动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中国如果现在开始从全方位的，不管是政治的、司法的也好，经济层面上的，对于香港去做一些他想要更高层次、更高压的控管的话，我觉得对于香港的金融地位是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害的。那今天香港问题啊，这个最核心且最困难去解决，就是说，因为香港现在主权是归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哈，所以他就会认为说这是他内政问题。对，但事实上，香港问题呢，只是一个事情的这个，我们用英文说 symptom 啊，就是它是一个症状啦，哦，就是说我们在看哈。如果说香港问题是在美中对抗下第一个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的话，那美中之间到底在对抗什么？我们再去聚焦看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美中对抗用最简单的大概化成三种不同的对抗模式啊。一种模式就是真世界的霸主。那我讲实话，对我个人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想当世界的霸主，我都是反对的啊，不管是中国，那让我们更害怕，因为它是集权国家。就算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真的想当霸主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也蛮让人害怕的啦。因为你一旦当了有了权力之后，你就会腐化嘛。第二个东西是经济利益啦。所以很多人会把香港议题变成美中经济利益上的一个角力。那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贸易战也好啊，科技战也好啊，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认为说他制裁中国，他能够让中国退让的原因。因为经济上的东西来说的话，北京他也有他自己认为他的优势嘛，啊，双方都认为他有优势嘛。那如果是用经济议题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台湾在这议题上，每一个人或许有自己的利益。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北京为什么要去改变教科书啊，把三权分立拿掉，就基本上它就是共产制度。他不相信民主，反民主的制度，他要让香港人被洗脑，这是最后美中之间现在为什么在高度的这个可以说是在冲突的情况，就是一个民主制度对上非民主制度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在全球化之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在做竞争嘛。那这个问题我们在香港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如果今天北京他能够说处理他的香港问题，去重新分配他珠海方边城市的一些经济的一些利红利的话，但是不动到香港的所谓的民主法治这样子的生活模式的话，事实上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反应也不会这么大。好，那北京他现在就是要什么，就简单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或者说共产国际的本质就是要把他们的理念散发到世界各地嘛，那香港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中国管辖下面最国际化的一个地方，最有国际元素的一个地方。他要把他手插进去的时候，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个试金石啊。我们用这个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香港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那北京他才会这么强硬的啊，去坚持他自己想做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很多时候北京在这个事情上他已经是超越了香港问题，他看的东西是更深更远的。那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现在在跟中国的对抗的时候呢，虽然有合作，但是在对抗层次上呢，我认为现在美国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排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想要称霸，所以既然他想要称霸的情况下呢，美国就会使用出很多不同的手段，让香港议题变成一个中国不想要负担的一个价码，去增高那个中国想要称霸的那个价码。那现在这就是一个角力啦，所以事实上在现在的国际的处境下呢，不管是台湾也好或其他国家也好，事实上已经没有不选边站的空间了，就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啊，你要不然站这边要不然站那边啦，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啦。事实上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就率先提出经济利益已经变成国家战略跟国家安全的一环了，这个是个美国人先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观念、啊、在过去很多人讲，就现在过去亚洲很多国家，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喜欢把经济跟国安拆成两边来弄嘛，啊，这是日本率先的嘛，韩国也是这样子嘛，啊，我经济利益跟中国搞在一起，但是我的安全完全看到美国，所以美国15年就率先提出个新的观念，说这两个东西是一环的，你没有办法拆开。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再去聚焦香港，甚至我们研究香港当然也是有点私心，说哇，那台湾未来怎么办，这样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选项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不要再去讨论说是不是啊，怎么样的可以在啊美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现在找平衡不是台湾的工作，现在找平衡是我们怎么样，因为美就是你去看香港问题也好或台湾问题也好，日本常常是被拿出来大家做一个借鉴、啊、其实讲到头就是说台湾要怎么在全面选向美国那边的时候还能够跟中国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那现在看起来香港这样子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平台，只能让我们看出中国事实上是没有要跟你妥协的空间，因为有时候政治上我们觉得说啊，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嘛。那外交，我们学外交的，我们做外交的，外交就是一种互相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空间嘛。好，那看起来现在北京没有给你这样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这样子的一个借镜上学习到的最后的答案是这个的时候，我认为那就只能够用强硬的方式去对待。那既然对方的出发点跟我们不同的时候，那就没有退让跟让步的问题了。确实在目前整个国际的情势上，我们看得出来说，其实台湾当然作为一个，我们当然说小国要有小国的战略，不过在判断国际情势上，确实我们必须要很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模糊的空间，需要更清晰的战略。美国现在也试图的在对中国的策略上采取清晰的战略，而不是像过去维持经济的利益，同时呢又希望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个互动，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些目的。所以过去的模糊战略在这两三年看起来，美国对中的一些策略上其实越来越清晰。那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上，其实台湾也必须要很清晰很清楚知道自己到底是希望什么目标。不过刚才其实 Eric 刚才有提到，其实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在台湾面对国际形势上，应该要知道要必须要选边站，可是好像不同的声音会有不同的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说要同时要亲美，但是同时要跟中国保持友善的往来，可是这事实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上，我们看起来是很冲突的概念，因为的确美中之间它不允许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两边都讨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不过时间上还是非常有限，今天我们在针对所谓的香港面对整个国际情势，然后再是整个国际情势的变化对香港的影响，但甚至说台湾该怎么去看待整体上这个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国际情势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我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功能，也非常感谢两位的来宾再次的来跟我们听众来分享这么深入以及这么精辟的一些观点。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谢谢
各位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这个跟大家啊分享我的看法。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或任何的意见呢，请你可以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只是岂能长呼”的节目收。你也可以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是 scw1980@gmail.com。我是吴社志，我们下周三同一个时间一起来话说香港，关心香港，再见。